咩系中幅？中幅或者叫120菲林，尺寸比我哋平时影嘅35mm 菲林大，但系120并唔系佢嘅尺寸数字，纯粹系一个编号。中幅嘅宽度系 6cm， 而有趣嘅系唔同嘅中幅相机系可以影到唔同嘅尺寸，例如 6×4.5、6×6同埋 6×7。当然，如果你影嘅 size 大啲，你每同菲林可以影到嘅相就少啲啦。中幅嘅好处就系感光面积大过 35mm， 可以保留到更加多嘅细节，相片嘅质素都会高啲。坏处就系一般中幅相机都会比 35mm 相机贵同埋大部，用嘅120菲林亦都一样贵啲，冇翻咁上下财力都真系玩唔起啊！比较出名嘅中幅相机有 Mamiya 645、Pentax 67、Hasselblad 500等等。